ในที่ที่จงเจ้าใกล้เป็นในเอชีในจอมิหายชิแกนเก่าเนาสุท่านเจ้าที่ครับจ้าที่นี่是全世界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因有一个字叫做 reformed， 讲是已经完成式、过去式。啊，真侪人嘛咧讲，已经我已经洗礼，信仰所洗礼啊，我已经定头生啊。请问迄个定头生是当时定头生？有一挂人伫咧问讲，波人，你重生了没有？你得救了没有？哎，你问这个人，常常拢在咧，伊迄个意思是咧讲，你当时洗礼，你洗礼啊未？啊，你当时洗礼。咱咧讲基督徒信耶稣，真做新创造洗礼，定头先定心开始做啦。然后，迄个是一个加一滴过去式，是吗？敢是？不是。基督徒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互咱个启示是：即个生命爱日日换新。迄个日日换新个生命是 ING， 是进行式。所以，咱个讲基督教会是改革中个教会，毋是改革完成个教会，是逐日咱拢着爱换新，逐日爱改革。所以，兄弟，你若是改革中个，你若是真实长老教会的会友，你坐伫遐，我坐伫遮，我徛伫遮，你甲我，咱逐个，你来看我，我嘛来看你，然后咱要过来看咱的观点，有啥物通为主的缘故，为荣耀上帝，会当为着我所有人搁较清心如意，当安静听上帝声，咱会当做啥物款的改变。迄、那个要安怎样日日互教会、互上帝的厝会当日日换新，互上帝的百姓日日换新，迄是地挂咱每一个人意义的代志。所以这毋是 reformed church， 是 reforming church。因为伫这个家，今仔日要来改革，要来结束尼尼书。啊，这个尼比十三章拄啊，伫咧讲到尼比做成长做到遮，伊大破大立。伊伫伊个目睭前，伊阁无故意可能爱阁转去王个面前，因为是甲王请假，即马转来做成长。即马转来遮，伊遮个遮个代志做了啦，但是目睭前了太侪太侪无完成的事。啊！那伊做一个省长，伊手里有真大的官兵，有真大的财国权。伊手里这个为省长的位，甲伊手里这个官兵，有可能带来犹太人大的灾难，嘛有可能通过伊，然后这个百姓甲犹太省会当规个转盘换新。一个人要管理的人有可能因为伊腐化，因为伊无尽力、无尽心，带来整个规方的灾难。嘛有可能因为一个人伊徛伫迄个重要的位，伊好好使用伊的官兵，然后带来百姓全民更新换面，带来祝福。啊，伫这个。伊会徛伫倒位，然后你甲我，咱伫咱哩，伫咱哩手里，伫咱哩家庭，伫咱哩工作所在，可能你嘛有一挂财富权，因为你伫你的家庭，你的亲人，你伫你的单位，你知影伫咧做人，你的角色影响，到底是影响对歹去，还是影响对好去？我想今日咱伫咧讲这个话题。人一个人活伫一个时阵的内面，你爱抵防真侪的腐化，包括你年纪渐渐的变老，什么人啊年纪渐渐老，变较好啊变较歹，
人年纪渐渐老，有可能变好啊，变歹。有人变好，有人会变歹。你唔通常常甲少年咧讲，我食的饭，我过桥。啊，因为迄个年纪袂当偏方向，在咱的目睭中，咱有看到一挂人年纪渐渐老，因啊老天特，因啊老毛娘，因啊困袂去，因有真侪的操烦。奇怪，我少年都袂发呆，怎啊食老偏安尼？不过你有看到这款的人无？有。啊，你嘛知影，你年纪嘛渐渐老，所以你会变做啥？唔知影。或者咧，伫咧讲，着更新啊，因为你嘛伫咧老。你咧行到年老，你咧过程的中间，你有可能真侪物件你无变较好，就嘛变较歹。所以你咧底防这项事，要底防的意思是，你咧日日换新，日日还有一挂较少年人斗阵。然后我吸收一挂新的做的知识，然后你咧想讲，我要按怎样防止家己思想变歹、行为变歹、信用冷淡，你要有迄个抵防变歹的能力。因为咱是一个伫基督内面不断爱更新家己的人，爱注意唔通让你的年龄甲你拖到哪摆去。教会甲基督徒，相时啊，遭遇着一个真大真大的威胁，就是受世间影响难清的威胁。伫伫世上哦，常常来甲牧师讲，常常来甲教会讲，你看人外口安全，你看外口安全，拢毋是对外口讲，人阮的信仰安全，是拢甲外口来带着。啊！人外口的囡仔都伫咧补习，人外口都咧安全，所以咱嘛都拢爱对。咱就算是咧对，唔是乎外口的人伫咧对咱，是换咱伫咧对外口。我想真侪咱目睭避开，唔通袂记咧一项事。你伫咧栽培你的囝，读哪侪册？即个囡仔进入伫高中，进入大学，读研究所、博士，因身边真侪因的老师拢是理性者。如果咱的信用，我伫中师大教书，咱即摆中师大教授，伫大学内面有一批人，伊嘛甲咱同款，甲过去同款，伊拢组织起来，要安怎样将资济、将这佛教的、将其他宗教直直带入，直直带入。我想，这拢是一个真大、真大的拉扯。啊，咱的囝直直大，啊，咱直直老，要安怎？咱的囝在大的过程的中间，因唔通世俗化，因伫咧接受，因伫咧成长，伫咧吸收外口的物件的时，家己有一个过滤器。车、奥托巴所有的物件，你去去弄一个过滤网，要安怎排除一挂不必要？但你徛伫什么所在？你徛为做一个上帝百姓，你徛伫一个什么所在？那个倒转来，伫今仔日的经文这个只，我想咱到底来读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好无？你立伫这个只做真侪要紧的工，来三个来读。当时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意见书上写着说，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住上帝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。但我们的上帝使那咒诅变为祝福。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，就以一切闲杂人结交。这个家一直讲，你必。你知倒转来，伫波斯帝国，
伫王的身边做酒井，然后伊在伊故乡祖国的所在耶路撒冷，城门受放火烧，城墙受拆毁，伊的百姓拢真灾难倒就受外敌威胁。伊就甲王请假转来，求王帮助伊提供伊材料，将耶路撒冷的围墙重建围墙。所以隔离内外，即马遮个代志拢完成，献堂献遮个工程献了了后，伊过来伊伫个尊，意思啦，祭司甲祭司请来日头，伫敬拜神的中间，伫个宣扬上帝话，然后伫遐读上帝话了，因做一工，读起着古早摩西时代带以色列人出来入的时。只有两个民族对犹太人出来去的犹太人真歹态度真歹，你知这个拄出来去，才受到埃及人的追兵，规个民族真惊吓的过程的中间，然后拄啊出埃及出来，佫拄到两族的人叫做阿伯人甲摩押人，对因真歹，隔断因的食物，隔断因的水泉。啊！这个百姓已经真苦难了，要怎样作得呢？无讲好款待出外人，所以伫遐，申命记遐要记一个：将来不管怎样，阿伯人甲摩押人永远袂当入上帝的殿。来读了了后，伊阁读到一段，讲这个人唔若歹，我爱给恁食米，我爱给恁水。明明就全部给伊伫旷野饿死、枵死，然后因阁请一组的人叫做巴兰来救助这个出来的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历史证明一项是讲，虽然外口的人知影伫咧定夺哩、救助哩、看袂起哩，你若专心活在上帝，上帝会将救助转变变作对你的祝福。因为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相信，你坚信活在上帝，上帝会乎最最历史以来看袂起你的人，对你讲一挂祈求的话、救助的话，要看衰你的人，会记得轻饶上帝。上帝会让你翻转，或者讲上帝已经把迄个咒诅变作祝福，去临到伫遮以色列百姓。历史就看有影，上帝真正做成伊的应允。所以安尼来讲，因做这样事，就是那伫因这段中间，这个几百年经过了后。现在阿伯人甲摩押人拢搁掺杂伫因个中间，拢搁掺杂伫因个中间哩，安尼唔对。所以你哩开始起来讲，伫恁内面遮个外邦人，还是另外一句话，搁讲闲杂人等，拢对恁个中间分别出来。这个是耶路撒冷圣城，这个是犹太人甲上帝三甲面对面见面三甲站起的所在，啥事会当拥阮遐侪外邦人伫咱的中间？后壁遐有真侪代志，所以即马爱处理第一行业的改革运动，就是甲遮个闲杂人等拢甲赶出去。因为这个所在是上帝神圣的圣殿甲圣城，这个闲杂人、外邦人，恁根本都无这个信仰，恁城市住伫遮，恁甲阮都完全无共国、无共族。因为当我咧讲这个时，唔知你有咧心内有咧想啥物？这个外国人，无同心的外国人，佮伫因的中间有可能住伫因的中间是咧反因的外国人。耐心看出去，这是伊迄个城墙起了后，就第一的改革活动。第二，伊改革的活动，哎，咱到底第七章到十二章，咱到底要来读一下好无？来，
百姓，咱大家人，长老教会一个坚守的一项是
伫你的信仰，伫你的人生，唔通个物件会甲你砸掉。 每一个人，你爱面对上帝，每一个人对上帝领袖会议、领袖信息、领袖差遣，大家人拢面对上帝，中间唔通阁透过任何人。这是为甚物？咱甲天主教会无共款的所在，天主教会遐阁有一个教皇，所以上帝话就透过教皇来发布。 所以所有人拢爱听教皇的声，教皇一几千年拢是教皇无误论。咱基督教会讲 no， 教皇嘛是人，只要是人都有错误的机会犯错。所以人不管别人安怎讲，阮你甲阮，咱大家人拢要重新家己读圣经，然后重新伫上帝面前祈祷，然后了反省。 这个声对唔对？常常都要分辨我都听人的声，还是我爱顺服的上帝声。我想这常常爱注意，包括你的爸爸妈妈的声，你唔通逐项拢顺服。我安尼讲，你唔通等于就等下礼拜三你就甲我吃大餐啊！我告诉你，大牌囡仔大事。 家己莫听我的话是无，注意一项，今日要敬爱伊的长辈，不管长辈怎样，今日要敬爱伊的长辈。但是长辈的声一百句一百句拢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无影无只，干那你家己本身成长的过程，你拢得到反映的爸爸妈妈的意见，敢是？ 所以今仔日你囝仔反映一点，有啥物通奇怪？你敢若注意一项，你常常伫咧教育的过程，你爱甲囝仔讲啥？囝，爸爸妈妈甲我所在尽力互你，甲我所在尽力互你，但是你家己过你，你家己选择，最后你要面对上帝，毋茫你所做。 因神亦人，然后爸爸妈妈感觉骄傲。你会当做的决定，甲我无共款，但是最后你做出一个结果来，迄、那个结果就是，互上帝有恩典，互你有名声，互你爸爸妈妈感觉有你这个家真骄傲。但是你所做的代志，无一定爱甲我共款，毋知你有，你会当有即款的度量啊无？但是教育是爱安尼，因为你毋是今日的上帝。 你喺家己的囝子传到来到伫上帝面前，互顶面每一个性命顶面两项都有人，所以伫遮我真烦恼。有一寡教会拢伫遐要求，伊都要顺服小组长、小组长爱顺服区长、区长顺服牧师，然后牧师是包一包爱尊重，喏，这是危险的信仰。 啊！人拢敢若顺服上帝，甲真理那边，上帝甲真理是咱唯一的屈服，剩的无论任何势力、观点，拢爱质疑他。啊！伫这个家里看到的是，你比做这样代志，等来了后看见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这个圣殿他也变安尼，他也大祭司为着个人的利益。 伊甲即个歹人过去不断反对伊的歹人勾结，所以倒来了后，谁甲路边啊所有遮的家具拢拼拼出去。因为当你看到遮，你有看到耶稣的相貌，你有看到耶稣的影无？耶稣敢毋是入去到圣殿了，把遐的买卖、把遐精神拢全部都赶走。 因为腐化对中心开始，因为什么人要来改变咱的社会？什么人要来改变咱彰化市？到三月的时，妈祖师还规个拢未困的，这肉是什么人的？当真正起来，这个养进他的草。
基督的信仰，基督的信仰是一种的改革，要传传福百姓真正会当平静安宁生活，进入伫一个真水的状况。人会当，人会当有宗教，过迄个宗教的信仰是要帮助人生活安宁平静，毋是迄个宗教怎啊变做一个平静安宁的人民的生活怎啊受差，差到鬼迷鬼困，鬼囡仔哀哀叫。因为这个家里看到，伊年纪起来，把这些拢扫，然后把刀兵仔赶出去，伊阁接笔大祭司。伊阁有迄个思绪，互迄个思绪定心阁倒转来。即批讲，啥事恁离开上帝一点啊？啥离开信仰被走到无半个人，你知无？遐你有看到第十章，看到祭司啦，公子的祭司就是教会，教会公子的遮领钱的遮个啦。所以教会也无专任的牧者，甲长子嘛无人去做咯。信仰队员，迄个唱歌的信仰队员走了了，拢都真开心的代志，拢搁甲叫倒转来，拢搁甲叫倒转来，所有的物件照电话。所以，因为，会记你若要做这个代志哦，你若要做这款的改革的事，在迄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内面，伤过侪外邦人，伤过侪闲杂人。你比有法度通做这个动作啊？无有啊？无，无法度通做啦。因为这款的改革，这是犹太人这个民族，伊伫上帝面前的信仰甲领受，摩西的教训，因有这款的基础伫遐。闲杂人、外邦人无嘛，所以你比若这个闲杂人若伫内面声伤多，你比要改革，正人反。然后一个一个应用一个，所以你比手会软去，你比失败，包括你比各种暗杀。我想，伊第一个人做就是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，因为这是亚伯的圣所，这是亚伯的圣城。外邦人自古以来就无资无资格伫遮，拢赶出去。然后再过内面进入到伫内面，伊伫咧做。我想耶稣是毋是耶稣咧？激情性别是不是有这波影响？我唔知，但是迄个动作是同款。第三，伊做宗教运动，重新塑造安息日。你若伫这个遮，你来看见几项事，十五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，这个遮讲，迄日我伫犹太看到人伫安息日醉酒、搬运，然后喝奴。再酒葡萄无外久，当遐安息日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规个安息日已经无成安息日，根本遐安息日的制度拢无起来，因为太侪外邦人伫因的中间，然后安息日煞伫咧做买卖。十六再讲，有太尼人踮伫遐落山岭，踮伫遐落山岭内面，就太侪外邦人、闲杂人踮伫因的中间。然后应该鱼啦，各种的物件分入来，伫安息日卖予犹太人，安息日做买卖，所以尼米就责备遐个官做官，恁怎样行这个事来啊？甘愿有安息日啊？所以二十一节讲，我就警戒因，恁为什么伫想恁？为何？伊才讲，恁为何伫城外，住伫城外？若果安尼，我的确下手办恁。对遐了后，伊伫安尼就就唔敢过来。遐讲有差人，伊嘛用炉啊，用各种的工具载物件，要入来照过去的方式，要入来要啥物买卖？结果你伫下令，日头落山了后，城门关起来。啊！城门关起来，我当一挂人变贿赂，载物件要入来幺三零卖，啊，全部关伫外口，啊，关伫外口，煞全伫遐过年。所以年底起来，责备遐恁城市伫遮过年，然后责备因一摆过一摆安尼做，
你若都安尼来，后厝我着下手扳你，所以遐个人着将来唔敢搁伫安乐镇入来遮买卖。因为是安怎，上帝命令犹太人爱守安乐。注意一项，这伫宗教信仰内面是非常高尚的一项。请你若会当，你话甲你甲你的家，你甲你的囝，大家人学习守安乐。安乐节的意思是啥？安乐节讲六日要尽力做工，如果吃你所得到的，第七日学上帝休困，上帝创造休困，伊家己休困，唔嘛伊的百姓嘛休困。休困的意思是。只是你休困，我家己的身躯会当得到安全、恢复体力，这个是健康的问题。有工作的时，有休困的时，这是一个对家己好、培养家己、照顾家己真水。你的身躯若是遐尼要紧，你得顾守你的身躯，唔通为着趁钱。来失去你的健康，耶稣讲人啊，得到全世界丧失你的性命，有路用啊？无路用，无路用。所以性命比物质较要紧，健康比钱财较要紧。第二，安息日是你甲上帝相通的日子，所以咱人都要有一段时间安静来听上帝的话。上帝话，安静祈祷，甲上帝联交，安尼常常甲上帝做定位，生命的定位，你的人生才会走抓去。今日若会当定定甲士大人定期讲话，定期讲话，今日甲士大人的心就会走抓上去。所以这个安息日。予咱会当定时、定期、定日，到咱的天父上帝三对话，这是足水。第三真要紧的安息就是讲，你试看卖啊嘞，你一七日的中间一日卖做工，我要试你。七日的中间一日卖做工，我唔来试你。历史的到尾来证明，受安息一个人未比人较歹。因为这个是上帝给犹太人一个真特别的应允。什么犹太人，规个国家有人伫安息日伫咧做工啊？无，规个国家，即摆你来去以色列有啊无？无，规个国家大家人守安息日，这是为什么？六日战争的时，从那开始犹太人真凄惨，因为边啊十一个国家是用安息日。你知安息日所有的庆祭，什么一大项拢无，拢无杂，拢放落去收安息。结果外国阿拉伯国家用祭日因安息的时，甲因偷跑，所以从那开始损失真凄惨。但是后来因建起来了后，七个国家、十一个国家全倒落去。这个安息，上帝要甲伊的百姓考试讲，你若收安息。我会饲你，你证明一下。你若是好安息，将来我要让你甲你的家比别人较好。今仔日犹太人人数真少，总是真正受安息的犹太人，今仔日伫世界控制世界经济。这个是上帝肯相信上帝的应允啊！你要接受啊！无，还是你要让你的囝甲别人同款？日是拼，暝是拼，对拜礼拜日拼到拜日，然后吃劳苦得着的饭。基督徒，咱若大家人有专业，真正照信仰来行，你唔免遐尼劳苦。大家人咱的生活品质会比别人较好，这是一种应允。啊，即款的安息日的制度，第二你搁较巧得着。因为你这个家里看到一个通婚，你做一项就是讲，伫遐个日，我也记得犹太人娶阿斯托、阿文、摩阿的女子做某，
注意，带外族的人做布船，伫迄个时代变作真普遍。这第二，因的囝儿讲话，一半是讲阿斯托的话，啊未晓讲犹太家己的话。因所讲的是照各族的方言。家己犹太人煞未晓讲家己的话了，拢伫咧讲外国人的话了。安尼甲台湾人有相像啊无啊？然后这是一个真大的灾难啊！娶某已经拢娶外国人去啊，讲话伊已经失去家己的语言啊！一个国家民族灭亡，通婚甲语言的失去，迄个是两个真要紧的过程。所以安尼来讲，伊为着这个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危机，你必伫这个时做一件真特别的代志，就是甲遮个人抓来，甲因击毙，甲因救助，甲因拍，然后甲因揪头针，跟邓记就开始爱做遮个处理。然后邓记好好教恁下一代，会晓讲家己犹太人的话，起笔来话还要讲，因为你比请问你比做这个动作会引起真大真大的阻挡啊？袂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阻挡，所以规个配套都爱出来。通感谢的是，因为伊所做的是为了这个民族，因为伊所做的是照上帝，所以大家百姓发觉是伊百姓家己离开上帝的道，所以到尾大家人配合幸福，然后你会改革成功。因为今仔日你也阁有法度通看到，又是以色列国。今仔日你会当看到以色列国，也阁会当看到以色列的百姓，也伊是犹太人。也阁会当听到希伯来语，爱感谢你，你这个宗教改革。那无北国以色列拢灭去啦，即摆敢剩南国，这是即个南国即群人伫咧重建，伫亚述人伫咧重建。所以今仔日你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还阁存留，犹太人还阁存留，就是即波的改革，那无拢灭。台湾人伫即个只会当得到是寡什么款的建设？咱想过引进十六七百块为咱民国，因咱今日伫遮来礼拜，然后在个一段时间提起伫关怀之声报予中华，所以我想这个只咱的有真多，咱伫即个宗教改革的日子，咱台湾何去何从？伫即个只咱有真多思考。问题是，头前的路安怎行？你做上帝百姓，做基督徒，你心内怎样在想什么代志？所罗巴别跟伊说啦，等下中间耶路撒冷圣殿，你必得等下中间耶路撒冷的迄个城墙，外部的结构完成，但是内面有真侪问题，伫遐咧腐化，大祭司甲歹人相勾结，佮利益，佮真大的内部。对着甲外邦闲杂人入来破坏犹太人甲上帝这个立约的精神，所以做一个立约的百姓，今仔日已经互冲散了了去啊！这个通婚甲古典，啊，伫这个内部的威胁，啊，这个民族，因为丢了教会，常常拢歹想，真侪人甲这个宗，甲这个信仰，我来变做。一种活动，还是一个真水的活在形体伫咧传。这个信仰唔通袂记，这个信仰甲生活有关系，这个信仰甲民族的兴旺有关系，这个信仰甲你的家庭有关系。你若到外边啊，再常常持守即款的不断的改革中的精神，啊，伫即个只伊做一项，伊达项我结精英。予因会当离绝一切，即个外邦闲杂人，即个然后派遣祭司入面，
教育的班目前期间，伊伫遮建立一个制度，真书面建立制度，然后培养后壁的人，培养当敬畏上帝、持守信仰，然后百姓会当长治久安。到伫今仔日2700年后，咱也阁会当看到一个水的见证。你会当伫遮扮演一个什么款的角色？你这代你若无扮演一挂角色，搞不好你的下一代信用也无去，下一代代你的子孙也袂晓讲台湾话，下一代毛真多，因为婚姻嫁娶的原因，你无甲娶，嫁乎女性者，娶女性者，你阁无甲因娶，因就怎啊一代一代离开上帝那远去？所以你会当伫咧提醒咱，你无必然讲天天来转去哦，老师啊。安尼，我是毋是爱叫阮囝同阮搭同阮媳妇离离咧？因为伊毋是基督徒，阮查某囝甲因囝婿离离咧，因为阮囝婿无洗礼，你毋免做遐个代志。你也知影无？啊，要安怎样尽使命将福音传乎遮个人？互你个子孙毋通离开信仰，愿上帝恩典伫你甲你个家，愿上帝福气。真正通过你的接受，到尾临到伫你的子孙的顶面，相信上帝应允，你们一定要去当心祈祷。祝我感谢，予我伫你的面前会当领受遮个话，嘛会当对你美甲意思啦。因伫信仰的坚持，看见换新正直。阮看着你嘛，常常予我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换新家己。阮家己若无一日换新，我嘛会直直腐化。我的家庭也无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日日换新。我的家庭一代过一代，嘛会产生变化。看到你的福分，甲阮的年纪是哪来哪好，因为主做阮的上帝，感恩祈祷，各主的名。